哦嗨哟，欢迎收看客新闻，我是品君。今天要带你来看的新闻是台股四月天这族群整装出发。连假结束了，你收心了吗？台股量能也要收心，渐渐回流咯。投资专家看四月，除了美国的通膨升息、俄乌战事变数持续以外，台股的高殖利率、融券回补，还有中国封城跟美国企业的首季财报等呢，指数将维持高档震荡，看好金融、高殖利率、伺服器、车用电子等相关的题材类股。看专家也表示啦，受制于指数的空间不大，需要谨慎操作哦。看好网通、伺服器、电动车族群还有银行股，但要避开塑化、营建、PC 跟 NB 族群，原因也帮你补充起来咯。将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，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客新闻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